欢迎使用三倍券。拍卖平台上补充欢迎使用三倍券字样，尽管政院即将上路的三倍券排除电商网购使用，但为多赚订单，平常网络拍卖窗帘门帘的网拍业者 Sally 脑筋动得快，从邮寄网拍现在面交也可以收三倍券。有客人要跟我面交，那我今天就来整理出来这样子，那就是也可以跟客人说，就是之后如果那个振兴三倍券如果上路的话，那以后也可以就是使用三倍券。说产品仓库间努力翻找顾客要的花色，未来更要满足政策带来的新消费模式，便利商店啊，或是邮寄的方式去寄送，这样是跟我们就是网络上预定啊，或者是他想要使用这个三倍券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使用面交的方式。抢赚三倍券订单，各行各业毛起来的还有他们。像现在这样子虚实整合的店家，以往只提供现场展示还有试穿，想要购买的话要透过网络，不过现在因应振兴方案，像我现在试穿这双鞋子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问可以使用三倍券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利用三倍券就可以把喜欢的鞋子带回家。是行销专家，同时也是复合式电商开业网络平台经营男女鞋，配合实体展间试穿，如今改实体展间也可购买三倍券，照收不误。那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三倍券，其实我们在现场客人如果在试穿的情况下，也可以用这个三倍券当现金使用，我们非常欢迎。大家都在找生路，所以在电商不能使用的模式里面，一定会有非常多变化的方法去吸收这样子的一个50亿的大饼哈。三倍券即将上路。政府拼振兴，电商多元经营换消费模式，抢赚三倍券大饼。记者姚嘉鼎、李逸璇台北报道。